你疼他，很大原因是爱他，但也有一小部分原因是因为有一种不安全感。那是你们自己的事儿了，我们一起进入60秒。听了老师说这么多，我感觉就是老公这么多年挺辛苦的，为了这个家付出太多了。老公，以后我会跟你一块好好顾家。你说亲女儿呢，我就跟你一起去。有活我帮你一起干，你也不要总说我来吧，你什么都别管了。到时候我帮你一起干，真的谢谢你老公，你太辛苦了。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啊，来，请关门。好了，请开门。习惯性的，刚哭完又习惯性的做公主，等着了，啊。我会纵容你，谁要欺负你，我就站出保护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嘿嘿，好可爱啊。属于他们俩的浪漫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老公，谢谢你，真的这么多年你辛苦了。老师们呢，分析
所以我以后我是该让你做的也得让你做，不能说害你。以后呢，就是让你多独立，能做嘛做嘛。该让你玩的时候了，还让你玩。